間有服務節，第一日上晝10:45香格里拉上車，一行總共12人，咁我去河源啊，同埋翻鄉下。呢個車長啊，姓李嘅。姓李啊。啊，李师傅，你是哪里来的？哪里人呢？我哪里人啊？啊，南宁的。我重庆的。重庆啊？啊。哦，你找谁？你找那个？啊？是不是怎么说？你找谁？你找那个？哎，对，对吧？哎，也会是讲四川话呀、啊？我会这一句，其他的不会的，没人叫。啊，呢个16座位啊，拉个出去系嘛？冇啊冇啊，慢慢啦、啊、慢慢啦、啊，一碌碌两天游啊，听日6点钟要翻到深圳，即系2点0钟，系、啊、6点钟要翻到深圳。听日下昼喺边度食啊？啊，呢个时间11点就到布吉啦。啊！啲高架橋開咗咧，就唔會塞車，好快咯都。來回兩線行車，下邊左邊又係2線，一去就4線，翻嚟又4線。深沿海高速嘅行，即系向盐泉方向。呢一个咧就横江站，佢唔系行为沿海高速啊，呢个行条小路。沿排高速呢度，哦，即系唔系行沿海嗰条，我喺度以为行沿海嗰条添，行条小路，如果唔 check 清楚，分就行错路，可能嗰度远啲，呢度近啲。Yes， 啊 ，GPS， 我架机系 N 版 Nokia 嘅 N 版 ，N 八啊 ，N 喺香港买几只？3000几蚊。佢入邊有咁嘅功嘅喎，嘅功能。請繼續左側行駛。如果用選用嗰啲電信公司有數據，輸嗰啲咧就快啲。嗱，呢邊咧就深圳廈門嘅鐵路啊。而家11:03呢個河門高速收費站。即係行咗由香格里拉到呢度半個鐘啦。我呢只機 N 八機咧就行數據嘅，唔係行數據，係 GPS 嘅，又唔關唔需要上網嘅。係啊，又 check 到呢架車嘅車速幾多，去到目的地有幾遠。係啊，啊即係戰取嗰個就係代表架車。請繼續右側行駛。啊，幾方便喎！啊，唔使代多。分叉咯，惠州河源江西啊，另外一条山头，另外一条路啦，福建，好清晰噶路牌。哦，铁板茄子，够唔够？够用豆腐，我呢个廿蚊嘅。3-6，系远嘅快啲。搞咗13，搞咗啦。13。啊，铁板牛肉呢个卡住，呢个40蚊啫喎。40蚊，呢个40蚊。啊！依家河源食午飯啦，連埋司機13個，咁就涼瓜炒蛋咧，鐵板茄子
燒嗰啲啊鐵板牛肉，個湯。哇！呢個招牌雞幾錢？你賣？68。嗰日豬腳啊，又豬腳40。豬唔知乜鬼嘢？哦，呢個餸嘅呢個係。啊！啊！依家到達呢個萬綠湖鏡花園，呢度河源一個景點嚟嘅，好大地方嘅，好靚。不過落雨。啊！呢度唔係呢個河源嘅萬綠湖，哇！真係好靚喎，環境好大。好靚啊！呢個河源嘅萬綠嘅鏡花園。哇！幾健康園咯。你咁嘅。埋去啊！而家影緊 movie 嚟噶。得啦，我轉個彎啦。好，呢個喺個河源南口呢個交站，入咗300蚊柴油，39.95公升，每公升係7.51。啊，清清地啊，袁哲文啊，啱你噶啦，冇味精啊。啊，點喎？成日好專業喎、啊、你，九幾瘦肉湯啊，兩大鍋啊，已經喺啊，有埋姜蓉啊，有埋曬啊，哇，係啦，哇，好啦，夠啦，嗱呢個咪蒸排骨咯，姜蓉幾好啊，啊，梗係啊，點白切雞啊嘛，有時有啲人整得好慢。啊！似屎房菜啊！嚟啦！啊！嚟啊！嗱，白飯啦、啊！喂，田老闆啲白飯賣幾錢個啊？1蚊一隻。啊！啊四周圍都係咁價，唔係啊！晏晝嗰度2蚊，我哋食嗰度。旅遊？唔係啦，行下有益啊，成日坐啊，唔掂啊。冇錯啦，坐多你減唔到肥啊！玩魚，大頭魚唔好食嘅。喂，袁志文，番茄蛋喎，你點嘅話？晏晝點啫？晏晝冇啊嘛，喺度食啊，呢度有啊。睇下個油麥菜。哇！整啊！啊、有多重？2500。系、啊，呢条玩鱼啊，翻去蒸。呢啲啊，腐皮卷啊，买20蚊。靓杀！买只鸡，翻嚟做白切鸡，3斤4两几。诶、欸，那个鸡肺攞出嚟未啊？啊？鸡肺啊？啊？鸡肺啊？即系嚟边啊？啊？是正边啊？哦，佢开边，自己食就冇所谓啦。啲油膏掹咗。要拿咧吓。啊。好多淋巴嗰度，唉，係啊，我擺喺度。係啦，洗乾淨啦。